事中的对错。谢谢我们儿童 A 组陈思琪弟弟。那现在呢 ，A005 的黄伟伦可以上台了 ，A006 刘雨桐及 A007 的黄凯琴，还有 A008 的庄雨田可以到前面做准备。那也请我们的评审老师把分数打上。那弟弟，我们来这边听老师讲评。那讲评的老师是。好，国华老师。Hello， 思琪你好。对，那个打得非常棒，嗯，然后在这个年纪可以有这么完整的表现，嗯，嗯，嗯，好，这个年纪可以有这么完整的表现，老师觉得非常的厉害。对，然后就是，OK，嗯，好，先戴上那个助听器好了。可以吗？最好两边好了，比较平衡。那老师，我们再讲一次。好，没关系，可以讲很多次。没关系，等他好了再跟我说。嗯。好了吗 ？Check， 可以吗？我们的爸爸在吗？家属的助听器是不是有点小杂音？好了吗？可能要习惯一下。嗯，好，可以了。嗯 OK， 嗯，那个老师觉得很棒，就是在你这个年纪可以有这么完整的表现，对，已经非常棒了。然后以后就继续玩鼓，然后继续玩，然后期待你以后的表现。好，谢谢。哦，可以吗？好，有听到吼。好，那我们的分数的话可能还没有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没关系。那弟弟，嗨，你叫思琪对不对？来，请问你今年几年级了？三年级吗？好，那你打鼓打多久了？不知道，从几年级开始打的？哦，这个弟弟呢，从大班开始打的。好，那，那你打鼓是你自己想打的吗？还是是爸爸妈妈叫你去打的？自己想打的，
所以你有一天你就突然跟爸爸妈妈讲说我要打鼓，这样真的？那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老师教的啊？你是小时候有看谁学过吗？没有，好吧，没关系，反正你喜欢打鼓就好。那我们看分数，好，我们 Cody 老师87.3分，国华老师89.6分，恩杰老师88.6分，定南老师90分。好，那来弟弟，鼓棒给你，都拿好哦。好，我们可以下台了，小心哦。